呦呼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今天来玩一点特别的 Minecraft 小游戏。这是一款由旭川所制作的这个 Demo X Minecraft。我不知道，你们听过 Demo 这个游戏吗？它是由台湾一个雷亚游戏公司所制作一个音乐游戏，然后就像是 Cytus 那样子的。然后可是相较之下，它是比较注重于剧情方面的。然后对。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可以把就是音乐游戏放进 Minecraft 里面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，它这边写 "click to play"。哦，demo。好，这边哦，我跳会怎样吗？好，这小女孩，嗯，现在游戏。哦，我的语言没有选好，等我一下。我的输入法，还英文的，看有没有好一点。嗯，你们听到这声音吗？我的好像电脑荡荡的，好像他说可以点小女孩，可是没有哎。然后我这边是显示高 CPU 使用率，怎么办？我想要跟小女孩，哦。刚刚什么声音？我也不能走出去。我想要跟小女孩对话欸。好吧，按 play。跟这是 back 吗？哦，这首 Demos Collection。好吧，只能选这首歌了。按这个吗？按什么？嗯，完了，我卡关了。哦，我要跳一下。Loading。哦，他说这首里面就放了这首叫做《打勾勾》的歌。对，好。所以按这个，哦，滑鼠过去就有了。看，我想要看可不可以就是抓到那一个。所以说我这个就是那个。哦，完了，我先录一个。我想要播音乐，等我一下。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声，等我一下哦。这个，它是这一首歌，大声一点好了哈。哦，没有接到。哦。好难哦。就滑鼠过去吧，看，好难，好快，我不知道能接到，哦，我都加六个，变多了。我第一次好紧张。有音乐哦，原本就有音乐的。好，我找到诀窍了吧？如果击中，它就会就是丢开，对。
散开来这样子。回头看一下，刚刚是我妈妈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她的声音，嗯。哇，快好快！我打到吗？59，哎呦！几分？278 over， 哎，不是，应该说167 over 278，所以大概60%。那我们就再试看看。我这次我不播音乐，看他有没有，就是原本有没有音乐啊？再来一次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回来，哎，我回来这里。哦好，它是原本有音乐吗？我不确定，再试一次看看。哦，好好玩啊！哦，开始了。哦，原本有音乐的，看快比。哦，快！太厉害了吧？连音乐都有做出来。我太快了，没接到。太好玩了吧！啊，我这音乐调比较小声，你们可能没有听到哦。可是好像有，我不知道，我待会再看看。喂！那个形状变那样子，为什么那个怪怪的？好像比上次玩的差了。
没接到。好难接，好难接。还是玩得更差的哦，有进步哎，进步了3%。那我们怎么回去？这里吗 ？Back。所以怎么跟小女孩对话？我记得是说，过去她会。怎么跟小女孩对话？哦，他说作者好像说，就是他就是连这地方都有弄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游戏里面他这个树就是20米高，他这个游戏也就是20，这棵树也是20米高。怎么跟女孩对话？对啊，怎么跟女孩对话？为什么其他人都可以，我不行？跟我讲话吗？跟我讲话吗？还是我用创造模式？拍谁？我们近距离的，对不起，填回来。小女孩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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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啊，飞上来看看，做的好漂亮啊、哦，好厉害啊、哦！那我们来看看外面长怎样子，然后这些应该就是。这会有对话，可是我怎么看都没有。嗯？对话的在哪里啊？哦，对啊，这边应该会有对话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没有出现。嗯，你看这边有什么对话？等一下 ，Demo 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呢？不知道 Demo 会不会讲话呢？不知道 Demo 有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？Demo 一定也想让树快快长大吧？树快高长大，长得比我……哎，什么？树快长高，快长得比我高。面具小姐好像不太喜欢我。要是可以出去的话，我一定会带 Demo 出去，去好多地方玩。Demo， 我们来玩，你当医生，我当病人。树不要再长了，树不再长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发射器？嗯，怎么跑出来了这个？好吧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地方看看，看看作者的用心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，哎呦，好高。就是，呜、哦，所以这个都是、欸、太猛了吧？这都是这样拼出来的吗？这个太猛了，欸、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。然后哪里？为什么我的这还是英文、中文？好。哦，作者的用心，好厉害、啊！哦，这边就是游戏这边的嘛，就是刚刚玩的地方。我说上面就会有那个什么羊毛，哇哦！你们看看这个规模，你们看看这个规模，太猛啦！
肯定用超久的。对，哦，然后这一边是，哦，是另外一边。嗯，飞过去。Result， 结果。太厉害啦！哦，这是我刚刚的结果吗？哇哦，太厉害了！那我们来，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吧。嗯，怎么用啊？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就再把这个拉近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我是拿着妹妹的头，欸，是作者吗？这个是这个名字。好，那么拿着妹妹的头驴，那么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天使幽灵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